is over. 19-6. All.
have it over. Take all. Over 7-10.但是现在这个最起码梅赛德斯这两台车对他们是没什么太大影响。对，所以说现在一级方程它不光是一个看谁车快，战略战术这个坑蒙拐骗全部都存在，对，都坐在车里头等你啪啪全出去，马上哥们收工了，不干了。其实他完全可以把车开回去，马上立马收工了。我觉得他们的策略从上一站开始就变得真的不可思议，像在上一站韦伯的那个策略，在第一节就是韦伯的策略是韦伯在决赛当中的策略是好的不可思议，排位赛当中的策略是烂的不可思议。这个维特尔呢是决赛时候的那个策略吧，的确是有点差强。罗斯伯格完成自己的最后的计时，排在第三位，1分25秒574。好，看拼尽全力也是没有进入到第一排。看一下舒马赫第八，哎呀，这数倒是还行，1分26秒646，挺多。是。好，再看之后就是巴顿和汉密尔顿，看看这迈凯伦的两个啊。巴顿，看看迈凯伦的两位有没有可能让红牛后悔这么早钻出驾驶舱。没有什么可能性，看来红牛是绝对不后悔了。哎呀，这个广大的其他的车队的这些人不太给力嘛。身后是汉密尔顿，
好，第四，罗斯伯格第三，佩特罗夫，阿隆索是在第五，看佩特罗夫第七，第七。红牛真的计算的是相当的精准，非常的自信，真不给面子。就像我觉得，就像他的名字红牛，真牛啊！那么红牛赛车在今年第四场比赛当中，再次是拿下了杆位，不仅拿下了杆位啊，两台赛车占据到发车的第一排，这是维特尔在本赛季拿下的第三个杆位。我现在发愁的是一会儿这无线电到底给谁？这第一名现在没开车呀。罗斯伯格位居第三，这是今年奔驰车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排位成绩了。估计这个应该给他了吧。镜头还是给到红牛车队，看他们在